CHATEPE 支付钱包里好像有没零钱幻想喜欢的人做你聊天背景与手机里的你要保持零距离 YES 抖音今天是怎么回事全世界都穿成这样我现在好想能够回到过去没来的据说我前女已经不在身边我就彻夜想念更多热点上今日头条把黄山又将弹一句寒唱它便是陌生生命过过痛经那一片月光曾照进阴秋的抖音饥饿的夜里泪潦潦输得遗憾唱哭人自难忘你爱着谁心徒留几道伤爱多可悲恨彼此天涯各一方冷月空飞满腹出无数话凄凉我爱抖音你千山万水跑来找我是不是也想见识我的风情我的梦不能心知如何不说了仙女什么你我就恨不恨不上足以空海桥寻在多么我怀疑中抖音你们一定没见过这样的神仙颜值吧？枫叶上寂寥，水月上高，谁在唱歌谣？一曲声未了，秋叶落乱照。岁月也逍遥，云淡路遥，月下胭脂袍。人如梦几场，爱恨此生比较。抖音桑田间人情再相见红莲池烟莫问是归还是仙兄弟我觉得你的腮帮子有点大是咬鸡吗？公子牙阔见世界一幅满台霜红颜几度折金殿一方十年来成全成归梦一场为何落个雨算小巷哇拍这个拍这个这个超火
下就好多了，哎，你看光线的重量，你看这样是这样的，是吧？妈呀！你看，我看，原来是这样的。嗯。没有胡子，不拍的时候都有，就拍前面的时候都有胡子的原因。前面是后拍，前面是后拍了。回家的时候就长，第二天就长出来了。啊，对，老公，你现在6999的美图秀秀网红大人专业 P 图课程。抖音。我班上杨洋的粉丝叫杨洋，自拍杨洋发微博呀。什么？截图两张吧，自拍什么？熊奇。我们去拍那个吧。谁来啊？熊奇。你们俩。老婆在。熊奇。不知道。好像我看。谢谢来了吧？我说是不想干活了。学习快快快快快干活！你想干嘛？我等着呢。
我们去射箭拉弓啊。去射箭，你们想在哪射？我们换一个地方吧。刚才说过你还可以去看。看不了了，他们得下班了。啊。今天还挺。别看了，放心吧，没时间了。哪有赚钱香呀，对不对？靠你了，我能不能加上晨曦的微信就靠你了。晨曦是女孩子，对不起，是女孩子。是女的。那为什么你像碰到一个男人一样？那因为他觉得无所谓了，好看就行，好看就行。你还记得你上次总结的吗？只要好看就行，管他男的。来，我们换去哪了？我们要不是站在那块？哦，那块地方不好。感觉一说话就是，你们俩站到那边吧，看我们过去，站在河边上。但是那样不是顺光了吗？顺光，要不然拿个板遮一下。抖音。我操！你怎么搞的？这低的这个感觉，低这个低的，那你不要低了。眼睛都红。那你不要低了。简直就是那个什么，真的九尾狐了。那你刚刚好没有滴四大水，要滴四大水人都没了。马上就马上就拍完了，直接滴掉了，变成红成兔子了。没事没事，马上反正没什么近景吧，眼睛红不是更有那个吗？滴了矿泉水，可是你一个眼睛红，一个眼睛不红。哎，你为什么不吸一下你美瞳盒子里的水用？你讲很有道理，算了，都已经这样了，没事，没事，不是滴，来拍吧，拍吧。他想拍吧。出来的还是没拍出来的，你们要真亲吗？最近有的粉丝不就炸掉了吗？狗粮，没有真亲。那个剧里面他不是吐了一个什么东西给他吗？到时候把那个特效做上去，然后看看这个吧，这个歪歪好像还掉眼泪了。片子没有出来，这是原片，就是相机的图传直接传到手机上。然后这拍了，这是什么？我来看看，刚刚拍的忘了。啊，这个角度，这个角度还蛮好看的，没有亲上。啊，开门。没有亲上，你看嘴都在。然后这是弯弯一个人的，我什么星座的？四月岁生的吧？是什么星座？亲上去，烟有一点大。啊，这是下午的，来看一下，下午那会儿的。弯弯一个人的，啊，这是那段，好了吗？好了，我们就接着拍吧。没啥重要，就直接那什么，没啥重要。没啥啥。带主播啊！我明天给他去顺丰寄过去吧。没啥事。特别搞笑，我每切一张你的脸就会被收进去一下。那你就把脸关上。哎，他又出去了。哦，你出去了。我觉得挺好看的。挺好看，拍吧，拍吧，我们要拍了。抖音。什么？白草，谢谢。牛逼！在一起，在一起。要拍我心，要拍我想要的那个画面了吗？你俩能不能亲一口？马上就给你们安排。真的吗？就要安排上了吗？马上就给你们安排亲一口。怎么会那个？
把伞打着亲一口，我也瞧瞧快！哎呀，别拍我了，快快！我跟你说，好，开始。抖音。我们本就是好的太阳，不知悔改，无助困下后半情怀的痴狂，好人不能爱拆穿，只是爱运转，是个走的。抖音。落日斜阳影啊，长风影难休，心我何求，谁知心忧。人言滔滔，我自嘲老，痴狂何妨趁年少，名利场中睡一觉，一起太上抖音。